奇怪的食物，晚安啦，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我也会为你准备你喜欢的菜。 早点休息吧，不用害怕做噩梦啊，鬼压床什么的。要是有那种事，本堂主动动手指就解决了。你好啊，嗯，你好像还挺闲的嘛。晚安。等等，如果你有没做完的事情，就不要留到第二天了，可以交给我来做。